跟着一样会走路，所以呢叫会走路的树。这棵树呢叫做白榕啊，榕树啊，榕树很多种啊，有白榕啊，雀榕，这个是白榕啊，它的母树在后面。那白榕的特性什么？它长大之后枝叶伸出去之后，它的特性会长什么啊？气根，气生根，这个啊就是它的气根哦，它的气根，它下来之后帮忙吸收养分，甚至呢会变成一棵树啊，甚至会变成一棵树。来看这一个，这个也是它的气根，抬头看一下啊。那气根长出来呢，跟我们的头发一样细，好、哦，一样细。这一根，哎，对，哎，大哥那个狼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，抬头看一下，它是不是延伸下来的？哦，它就成了一棵树啊。这棵树呢，走到那里呢，走到我的右前方了。右前方那一棵都是延伸过去的啊。中间有一个横杆，赫伯台风有听过吗？哈、哦。当年从台中登陆，把它的横杆吹断了，吹断之后有没有死？没有死，它一样继续在那边成长啊。